共永。于元女士，尊敬的文化中国色彩图册艺术团的于晓团长，以及各位艺术家朋友们，各位这一朝界的代表们，福建的乡亲们，大家下午好。前天晚上呢，由国侨办举办的文化中国色彩图册，给所有在这里的华人华侨
献上了一场高水准、高水平、缤纷多彩的文艺演出。在此呢，我代表所有的福建籍乡亲，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，谢谢你们不远万里跋山涉水，给我们带来了我们喜爱的节目，也支持新春元宵之际呢，祝大家新的一年里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，生活幸福，阖家欢乐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有请致力福建总商会会长王一乐先生致辞，掌声有请。尊敬的致力，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，大使馆领导人士，尊敬的尊敬的秘书长。各位朋友，尊敬的参加中国文化四海同追艺术团，以及各位代表，尊敬的各位朝廷们，大家上午好。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和我们各位大家欢聚一堂，作为我们那个25号大家精彩的演出，还有我们这个在海外侨胞带来的思乡情怀，今天我们在这里热烈的掌声表示热烈的欢迎。特别在今天晚上，我们各位演员们的精彩表演，这是离不开你们的，这是离不开你们那个付出的辛苦的付出。今天呢，我们福建商会在这里举办午宴，既是庆功会，又是欢送会，希望我们大家好。这次南北之行啊，能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谢谢大家。祝大家阖家幸福，身体健康，工作愉快。谢谢今天我会长阿姨太好了。接下来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智利大使馆于洋女士致文欢送词，掌声，谢谢。前天讲句，刚才我都说的嗓子哑。前天那个会上，包括那过年饭的仪式上，我说我怎么唱国歌出来了，连续几天都嗓子哑。首先代表李国荣大使，代表中国驻智利大使馆和驻尼基特总领事馆，再次感谢以于小团长为首的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艺术团，感谢程志老师、王秀芬老师等等艺术家，还有顾海宽大师、周军老师，我都一一列举，对不起，感谢这你们这个国内来自几个文艺团体的艺术家，给智利带来了精彩绝伦的、惊心动魄的。带来了这样一场演出，无论是我们旅智的华侨华人，还是智利当地的朋友，就像前面所有人讲的，在演出退场的时候，当面就问国内来的团里边的，问大家什么时候还来，真的从心里边表示感谢，大家放弃了和祖国和家庭在国内过春节的机会，
为天涯之国，我们离祖国最远的国度，为智利的侨胞们走在奉献海的长廊上，真是从心里表示感谢。另外呢，也祝愿艺术团的领导各位，祝愿艺术团的艺术家们，你们在下一站的演出圆满成功。同时呢，也再次代表智利的侨胞来说一句真心话，大家千万别忘了智利，期待着你们再次到智利演出，谢谢。好，感谢于洋律师的欢迎。接下来有请文化中国色彩图春艺术团团长于晓先生致辞，掌声有请。尊敬的王会长，各位侨领，各位侨胞，尊敬的于洋律师夫妇，首先呢，因为现在还是在正月，我代表四海同春艺术团向各位侨胞拜年，向大家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福。四海同春艺术团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跟大家一起过年，一起在这个离国家最远的、离中国最远的地方跟大家来共庆新春。另外呢，也是把我们的中国文化带到这个地方，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和相互理解、相互交流。那么，在各位侨胞的大力支持下，我们前天晚上的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。在这里，我向各位侨胞致以真心的感谢。也感谢福建同乡会今天中午设宴款待我们，那么时间过得非常快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将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智利，但是侨胞们的深情厚谊，我们会一直铭记在心。所谓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们希望将来我们还有机会回到智利来看望大家，也希望大家回到国内的时候多多的跟我们联系，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下去。再次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非常感谢于晓团的发言。那么我们就备了素菜薄酒，大家就放开吃放开喝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